你好呀，我是林白，今天要展示的是对黄金律法拉达岗的完美共识。之前直播有记录，但是画面实在是太糊了，所以在 buff 和能力值不变的情况下再打了一次。开局直接冲刺，同时锁定目标，使用跳跃重攻击，之后接一个不蓄力重攻击。第一阶段的拉达岗一般的攻击模式是2-4下的轻攻击，接1-2下的重攻击。以我12个小时的经验来说，只要一直往右侧移动或翻滚，他大概率就会一直使用这一套攻击模式。在他每次使用重攻击之后，我们都有空档去使用蓄力重攻击。虽然这一阶段最多变数，但是熟悉一下招式和节奏就好了。当我们使用2个蓄力重攻击之后，就会进入失衡状态，之后进行处决。处决后立刻喝灵药，接着他就会使出固定招式踏地加飞天一锤。他踏地的时候使用跳跃重攻击，之后往后退几步观察他的脚，之后翻滚使用蓄力重攻击，之后他就会使用固定招式闪现后3连锤，第一下躲掉，第二下躲掉，之后立刻使用蓄力重攻击让他进入失衡状态，之后进行处决。处决完之后他还有一点点血量，这时候我们可以耍帅使用女王黑焰。接下来就会出现艾尔登之兽，这期间要上 buff 要找骨灰请自便。那么今天就这样，拜拜。